今日再看，你长得果然是标致。王后谬赞，婢女愧不敢当。昨天这场戏唱得不错，王上糊涂，你觉得我糊涂吗？婢女不敢。你不敢？你有什么不敢的？先是将王上哄得乐开了花后事。 将太卜送上了西天，好大的本事！请王后恕罪。你这样有胆量的人，也会害怕吗？婢女如此费尽心思，只有一个理由。说来听听。因为婢女想活下去，若非太卜逼人太甚，婢女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更不会兵行险招。一子不慎。 非但性命难保，还会连累家族。婢女如何会有如此天大的胆量？大胆还不低下头去？有胆。 算你聪明，也还算坦白。婢女是实话实说，绝不敢有半点欺瞒。那我来问你，若昨日我不向王上讨要你，可能今日你已经成为王上的宠妃了。难道心里面就没有半点怨怼？王上喜爱美丽的女子，宫中的宠妃如同繁花，盛开久了就要凋谢。婢女情愿服侍王后。 婢女，你以后不要以婢女自称。诺。 公子父，你之前受了伤，浩兰心中很是担心。如今看到你康复了，我也就放心多了。不用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你对我的恨意，简直是招人若揭。公子父误会了，浩兰哪敢？别自以为聪明。只要我去王后面前揭发你从前的种种行为。 光是逃婚私奔的劣迹，就够你喝上一壶了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公子父，你好歹也是习过礼数的名门闺秀，怎么言行如此粗鄙？你口口声声私奔二字，完全失去了体统。体统、规矩，那都是给庶人守的。我这样的身份，只会让别人来守我的规矩。 无需如你般惺惺作态、装模作样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这里的一天，你就不会有一天的好日子过。秀月，你竟如此恨我？难道是公子娇娶了你，却不疼你，不理你，让你像个怨妇似的，张口便咬人，求人得人？ 反正这桩婚事也是你自己千方百计得到的，不论何等苦楚，你也只好自己受着了。你敢？公子父不要啊！你看我敢不敢？啊！秀月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王后在等你，竟然在这闹事。萧女官，请您千万不要怪罪公子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 公子父是一时失手，才摔坏了王后心爱的簪子。也怪我，我刚刚应该拿稳了。我一会儿去了，亲自向王后去赔罪。不是的，李浩兰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李浩兰，你给我站住！王后正在等你。王后。
这灵芝啊非常罕有，是秀玉托人找了数月才得到的，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呢。你劳心了。王后，您对公子有养育大恩，秀玉自然要为公子尽孝，些许小事您不必放在心上。妹妹嘴甜，姐姐乖巧，这李御史为人刻板，一本正经，倒是养出了一双好女儿。那位林女官的确是我姐姐。你父亲也有趣得很，有大臣把女儿送到宫里来学规矩的，也有送到名师处学才艺的，就是不见哪家把女儿送去当舞姬的，还给了低贱的商人，也不怕辱了李家的名声。回王后，这本就是一件丑事，不敢说是怕误了您贵人之耳。既然王后问起，秀玉不敢不答。那李浩然与人私奔，被父亲逐出了家门，竟又自甘堕落与商人为伍，父亲已是早就不愿提起他的。可是我们始终是姐妹情谊，我屡屡劝说，可是都碰了壁，实在是让人伤心又难过呢。哦，是吗？王后，姐姐即使做了再多的错事，可我们始终还是有一份骨肉之情在，所以秀玉恳请王后开恩，放我姐姐归家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王后。公子父，王后累了，请回吧。是。王后，这个公子父他也太不知轻重，不管他和李浩然之间有什么局语，这是他们姐妹之间的事情，再怎么样也不应该闹到旭日宫来。再说了，刚刚那把簪子明明就是他打碎的，还姑作姐妹亲生，简直让人作呕。李浩然才是狡猾的那一个。王后的意思是，若不是他先激怒秀玉，秀玉又怎么敢如此放肆？李浩然连王后都敢骗啊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如果秀玉先到我这儿来告一状，那李浩然还有活路吗？所以不如兵行险招，把他们姐妹俩的矛盾全部宣之于众，下回秀玉再跟我说什么，我也不会放在心上。可惜啊，这个丫头她是自作聪明，王后早就看透了他们的心思。看透了好，看不透才真的不能留。王后，您还想留她呀？这宫里头多寂寞呀，就是得有点有趣的人来调剂一下，不然天天跟一帮蠢人在一起，只会越变越蠢。王后不喜欢尘埃，地板上不能有半点灰尘，再仔细一点。诺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小手有罪，手脚动麻利点。还不去干活。这一个一个的都在忙什么呢？这么半天还没收拾好。是我看见地板上还有灰尘，吩咐他再重新打扫一遍。不知萧女官有何吩咐？吩咐自然是不敢当，我原以为你初来乍到，宫女们不会听你的话，看来我是多虑了。浩然，还要多谢萧女官指点。指点？我怎么敢指点你呢？你现在可是宫中人尽皆知的神女啊。那些不过是道听途说，请萧女官不要介意。是不是道听途说你自己清楚，
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到王后身边伺候，就得收收心，认真做事才是正道。萧女官教训的是。这么脏，再擦一遍。诺。林女官，谢谢你。还不赶紧收拾，小心萧女官看见了罚你。诺，快。我吩咐过你，不要去招惹李浩兰。我只是去给王后送灵芝。那是哪儿？那是旭日宫。不出半个时辰，你的行为就会传遍整个宫廷。我以为你只是骄纵任性，我没想到你是真蠢。那也是他百般挑衅在先的。那也是你自己送上门让别人去挑衅的。我告诉过你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这是王宫，不是任由你胡作非为的地方。我胡作非为？我做那么多还不都是因为你吗？我让你丢人现眼了。若不是为你我去讨好王后，我何必要卑躬屈膝的？可是如今你口口声声满嘴都是姐姐，她又为你做过什么？别忘了，她就是想要一门心思的攀龙附凤，早就都把你忘了。她攀龙附凤，那你呢？你嫁给我不是也想当公子妇，凌驾于众人之上？在你眼里，我嫁给你就是为了权势富贵。或许你还梦想着当上王后吧。我必须提醒你，收起你那点野心，别露出一星半点来，让母亲知道了你会是什么下场，我都没办法保证。